我是公关列车长的2014年2月19日，松安站松山站20:01准备的是48次中华东线，还有台东的泰鲁格之阳在松山站准备10号。有我的48次金华东线往台东的 TNU1006 将 TNU1005 的泰鲁格自强号在松山站指引号。48次电话灯号台东的泰鲁格这样啊 ，TNU1006 加 TNU1005，大家就会在松山站时。然后加拿大2624又是彩莲自强回家。关闭车门。拜拜，我的48次中华灯号台东的泰鲁格将要在松山站时。好，感谢各位支持，拜拜。